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学。然后今天又过来盘这个100多平的大坑了。前两天放了几只鸡，那个朱雀跟岩雀在这里面。今天过来盘一下，看效果怎么样。走，开盘。看到货了，我们开抓，开抓。基本都差不多了。哇，这边发现一条，这可以呀！哇哇，鲈鱼啊，这条大！哇，来，哇，厉不厉害？一下就抓住了，这条鲈鱼可以，别再做了。哇，这边这边，哎，咦，哇呼！追着追着抓，居然有抓这个鱼，抓尾巴抓不住，看我一抓就住一条又一条。哇，这边底下看乱撞好多。哦，哇，一条鱼群了，这条的，哎，哇，那边怎么在打主啊？那这条我进了，哇，黄钓啊，可以，这条个头也可以给它做了。哇，哇，这里面鱼群乱撞，不好抓，鱼太多，等一下再抓它。哇，这边连个，哇，这连个海里螺可以呀、啊！哎呀，哇、哦，好久没见到海里螺了。你再捉，你再捉，都喷嘴了。哎，这边这边这边一个，不知道有没有漏，给它捡。哇、哦，在吃沙子呢。我因为在干嘛，给它捉了去。这鱼要给它看好。那边看，一条漂亮鱼在那边。哇，这边也有一条。哇，这个，哇，嘴抽不住呢，完蛋完蛋，要怎么抽啊？哇，这个漂亮鱼先给它抓起来。哎，你跑跑得了吗？哦，是海龙王的三公主啊，又抓到一条海龙王的三公主。哇，这个兔牙漂亮吧？给它抽了抽了，可以。不、哦，我还没抽你，你跑什么跑？哎，出来，哎，跑不了的。抓了抓了，哎，在底下先给他整。哇，把那个朱雀跟岩雀，怎么这里也这么臭啊？哇，哎，往这上面跳。哦哦，哎，好，哇，哇，我好像抓到一只更大。哇，哦，直接尿了，给他中了中了。哦，绞盘器，哇，这可以啊 ，mini 型的 ，mini 版的，不要它，不要它。随便找一下，哎，哎，哇，好，好，你跑跑得了吗？哇，这边一条我先给他抓了，哇，哎，哇，这个溪头也可以进去吧？啊，我处理去。哦，哇，这么厉害吗？终于被我赶到角落去了。现在你跑不了，哇，你还跑？哇，这溪头可以呀、啊。哇，海里水哟、哦！我准点给你们来，这个不要不要不要，来上面找一下，这边，嗯，哇，今天这个坑子遇到鱼群了吗？看，都抓不住，哎，哇，这条顺子可以，给它抓了，还有的，哎，哇，多，嘿嘿，你游到我的脚旁边去，给你抓了，可以。等一下，再找，还有，我看到还有呢，跑到哪里去了？跟我躲猫猫吗？哇，躲到这边了！哎，你厉害，你厉害！哎，你还跑，跑得了吗？哎，我今天本来想抓快一点，你还给我捣乱，一下就给你捏住。赶紧再找。哇！这种坑最好找了，有海货的话几下都就找干净，然后旁边找一下没有就回去了。哇，螃蟹一大堆呀、啊、串来串去的，那感觉也没货了。我找了一圈也没货了，那我先发下朋友圈吧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周货就赶紧回去。哦，朋友圈已经发好了，
看有注意，我们去旁边看一下周货吧。走走走。哇，今天周货可以啊，看，哇、哦，哎，我看一下。哇、哦，一个朋友发信息说要过来买，是现实中的朋友。那我给他在这边先等一下吧，给他倒在这里面站养一下。这鲈鱼在我们这边一斤差不多100，哦，那个80。他朋友们说，哎，你们那边鲈鱼一斤十几块，我们这边没有，最少是100块的。这也是鲈鱼都是这个价格。然后我那朋友过来了，就赚这样子吧，这几条那个黄鲷差不多一斤多吧，然后那个也一斤多。我赚你260吧，就差不多，然后那几条就送给你了。来，小微信，我那个朋友不肯露面，他怕别人说他贪吃，不肯露面。在周前中，等待钱到站。哦，260已经到站了。那你这个东西，你有没有带那个土？你土拿过来，我给你装一下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，我要赶回去了。喜欢大全的记得帮忙多关注点赞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拜拜。